走喽，去西边喽。哦，那个跑出去了，刚才那个聪明啊，直接跳出去了。下来，这刚下来就抓了这半桶了，瞅瞅，这螃蟹都泛滥了，太多了，感觉都回不去了。就这一个小鸡腿，半桶螃蟹。等会儿把这小的挑了放了，底下大家可能看得不太清楚，这螃蟹吃物就是这样的。下去吧。哎呦我的妈，这还吃呢，还往下拽呢。你吃饱了再走啊。行了，别往嘴里塞了。嗯，哇，又来一次，这个好满呢。这次下去吧。行行，别吃了，可以了。哎呀，别吃了，这俩还搁这干饭呢。下去吧，可以了，行了，给下边留点机会。嗯，可以了，放这就行了。看见没？那里头蹭蹭往出跑，这饿坏了都。能看见吗？他搁那比划呢，往这拽拽他。他抓住了，给他提上了，这是一只。能看见吗？这个小孩，你下去吧。这一会儿的时间就是半桶了。像这种带籽的螃蟹都得给它放了，这个不能抓。公的这个带的，还有小的，这种小个头的这个也不能用，别夹我。哎，这跑的这么快，这种基本都是小母。对呀，我这就来了。欢迎新成员，太多了，下去。哇，瞅这鸡腿，这鸡腿给啃成啥样了。有的朋友会问这是啥螃蟹啊，跟蟹剑翔是同款，一模一样的螃蟹。这个就不要了，太小了，今天就抓这些吧，太多了也没法吃，挑的也差不多了，最后一批了。走吧，这潮水也涨上来了，得赶紧回去了。走吧，看看我家这几只恶犬，溜溜溜溜溜。看螃蟹啊，抓不少呢，吃不吃？嗯，吃一个。嗯，螃蟹，吃去吧。这溜溜啥都吃。过来，溜溜。这螃蟹呢？吃了，这草都吃了，这干啥呀？这是。溜溜溜。走了，回去了，太晚了，得回去赶紧睡觉了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别吃了，这外边这草不能吃。走，走走走，还管事儿了。小猫猫在屋里睡觉呢。亮亮亮，看看你呀，我来嘛。哎呦，下来，下来。本来想着这螃蟹养一养着吃的，全都晒死了。这种情况下只能给它做成鸡饲料了。嗯，它不吃，奶牛吃，再来也不吃了。嗯。吃去吧，吃掉吧。这个蛋我拿走了。就这么点小蛋，哇，哎呦，这大猫盒
这是一个叫夏云的朋友给我邮的，今天给他拆一下，这来福一直闻着这个香子。哇，这老些这个是宰达，这是来福，这是奶牛，小芬，笑一下你，比一比一比，这个我得好好收藏一下，别整埋汰了。这是一张兔子皮吗？这小猫出店了吗？放在这儿不行。这是羊奶粉。这是来福宰达的小拼图，啊，都算了。这是什么？把猫套脑袋上了吗？不是你小球啊，这是给小猫玩的吗？不认得。好装。这是给我的小盲盒。哇，这是小勋章吗？这是我的卡通形象，来逗一逗。我这是在这卧沙呢吗？这个好可爱，这有个小裙子，不知道来福能不能穿上。应该是给小猫准备的，这个放在这边了。这小鸭子特别好看，在那儿。仔仔坐好，坐。仔仔最近不太听话了，先给他吃了，去吧。奶牛，坐，去吧。小福，小福的最后吃，慢慢吃哦，不以后食啊，以后。健康。不以后。这是你小姐姐给你邮的。嗯。吃吧，香香。不许护食啊。好了，朋友们，这个大盲盒里头东西太多了，实在是看不过来了。我自己也慢慢看吧。那个还得感谢夏云小朋友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邮来这么大的一个盲盒，真的太感谢了。今天的视频呢，就先拍到这里吧。喜欢纳奇的朋友记得关注点赞转发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这个海螺是好的。哎呀，嗖嗖，这海螺它嗖才是过瘾的，比那猫耳朵都过瘾。怎么样，海螺贵啊，这一个海螺的话能值个10块钱，再来一个。看，丝儿，这大冒浆了都，这水。我这脚踩着一个大螃蟹，这个不小啊。哎，哇，哎呦，这是个大母子。看看这黄，能看见吗？这肚子这块焦黄焦黄了，这个太肥了。哇塞，太可以了这一只。这么满的这一只现在得80块钱，哎呦，上货。这三个海兔，哎呀，就捞到一个，啊，好漂亮！哎，他们有这吃这个刺身呢，他们说好吃，但我没试过，怕有寄生虫。来吧，放这里，进去，这不小。哎，我查了。哎呦，哎，呀，好了好了。就在这样溜过沙了，给它刨能刨出来。哎，这儿，真刨出来了，满捞俩，啥情况？用脚趟都能趟出来吗？妈，这块这螃蟹太厚了。
放铜铃。进去吧。这滴了一串子。咋的？你这断臂啊，兄弟？进去，去。进去一把。这小子这怪自己手残，他一直掐着自己手。这来个螃蟹。哎，上来了。不准许他走位。多少个了？哎，这海兔子后沉底儿呢。哎，上来了。看这小尾巴，多漂亮！他们有的南方管这个叫笔管。哎呦，这只不小，来吧，还往这边走呢，这小子。多少条了？给你们看一下。过瘾吗？全是大家伙。这螃蟹这个黄自己就流出来了。哎呦，得提前给它蒸出来，不然的话到明天全变成水了。它没有现在肥。我给它放在这锅里，看这几个它就够一锅了。这个不用大洗，不然它就不新鲜了。这一次一锅，第一锅已经完成了，这是第二锅，再看看这个鱼缸啊，都已经清多了，这水，那个小海胆。这蟹老爸能看见吧，这个老爸活下来了。哇，出锅了。今天吃点这个大螃蟹。这大螃蟹怎么样？够个吧？看这黄。给它先掰开一下看看。还行啊，挺肥的。把这个嘴给它去掉，还有旁边这个腮，下边这个肚子，都得给它去掉。这些不能吃啊，还可以啊。这个季节这种肥度就算挺肥的了。等到那个九月份的时候是最肥的。先来一口。嗯，哎呦，真鲜着！这今天带个钳子过来抓螃蟹，现在潮水正在退呢。看这岸边，全是人，能看见吗？就沿着这个水道开始找。今天这个水流挺急呀、啊，能看见吗？来只螃蟹，看见不？我天！哎，你别跑！哎，能看见吗？哎，看，怎么样？你这母的吧？哎呦我的妈！还是带钳子好用，直接就夹住了。珊瑚，还行，还行。哎，可以啊。啊，还行。这叫什么螃蟹？啊，这个是花旦蟹。能吃吧？啊，能吃，这都能吃。啊，可以可以。哎，你在那个不修啊？嗯，还可以，水流有点急，今天啊。啊、哦。嗯，看见没？这有个沙光鱼，完了，跑了。看看去，这会儿来一只，这边可以啊，咱慢点。哎，夹住你，哎，上来。啊，再来一个，可以啊，我这脚有点灌包了，啊，但这个头可以，抓了一只小的，这不要了，跑吧。哎，抓住了！哎，看见了吗？哎，哎，没有，掉了，跑了！哎，我操！
哎呦，哎呦，操！哎呦我的妈，又来一只，怎么可以吧？看这个好玩蟹，哎，哎。看，这一比就小了，但是花盖蟹这个品种算个头大的了。嗯，这来一个。哎，这是公蟹子，长条的。看看这个脚是跟正常的脚不一样，这就是公的。前面带个小头，嗯。昨天一直拍这个八爪鱼的小长条，给它拍不好意思了，结果今天抑郁而死。我们去厨房喽！我在缸里放了点那个蛋黄，选择养一下这个小螃蟹。结果全让它给吃了，能看见吗？全没了。而且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儿，现在这个螃蟹又怀孕了，肚子又大了。看不看见它这个肚子又大了，这黄色的，能看见吗？也不知道为啥，它把这个小螃蟹吃了，之后又怀孕了。这是打算重新再生一遍吗？啊？没啥肚。上面那个黄色的全是它这个螃蟹的籽。
有腊肠、胡萝卜丁。来上一点番茄酱啊，再少来一点点水，还少许盐。这个海鲜小菜呢已经做好了，下面我开始吃了。先来个螃蟹，这是我用钳子戳的，这个螃蟹有点对不起了。哇，这个稍微瘦一点，这肥度还可以啊，瞅着肉，蘸点醋，再来一口这个炒饭，哇，嗯，这个是糖醋肉段，嗯，再来口这个小黄瓜，这是我那两天捡的鲜麻棒，鲜亮吧。一定要蘸点醋，嗯，又嫩又脆，能听见这声音吗？很鲜亮。再来个这个八爪鱼，这个是鸡肉段啊。哇，这肥，看看呢，全是膏啊！瞅瞅这个蟹黄，嗯，这小福睡了一下午了，等会儿就喂喂他。今天的视频就先拍到这里，喜欢大吉视频的记得关注、点赞、转发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